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王牌计划》，作者卷土，本集播音吴天儿，第316集。正所谓啊，人心一散，队伍就难带了。方林的阴毒方法顿时是摧枯拉朽一般的将剩余的吴军全部击溃了。只是此时老胡也在那个黄金机关术的疯狂突袭之下，那是左支右绌，眼见得已经是遍体鳞伤。只是他性格十分要强，说白了也就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便是死了也不肯多坑上半生的主。好在这些事情方林还是了然于胸的。老胡的体力值虽然已经过半，但是他还有个 S 级技能蓝之山的起手式未用。这招啊，虽然在3秒之内使身体进入到不可移动的状态，但是却有着所受到的任何伤害降低 70%， 无法被 S 级以下的摔头技能所抓取的变态属性。便是那个黄金机关兽施展出来的招式威力再大，在减少任何伤害 70% 的变态属性下，那也绝技是无法杀得了老胡的。林大美女力斩了几名蓝衣弓手，又将吴军旁边的兵卒一一清除后，方林立即指挥着自己控制的五名拖刀盾兵围困了上来，顺带着屠夫勾出了一钩，将老胡给拉离了战团。先前那个黄金机关兽杀了一名坡刀盾兵自然是十分容易，但是五名坡刀盾兵结阵逼上来，顿时压力大增。五名坡刀盾兵进退如一，四个人专心举盾防守，一人拔出刀来抢攻。最为棘手的是手上燃烧的紫炎的方林则是屈臂进退，他这速度并不快捷，却每每都能卡在黄金机关兽这一进一退间的要路上，被他拍上一掌或者沾上一拳，黄金机关兽的体表便要染上一层紫炎，久久方息。虽然不能以燎原之势熊熊燃烧吧，但是机关兽的躯体终究乃是木料所制，为火之所克呀，不多时候就在黄金机关兽的表面上烧出了点点凹痕来，看起来就像是一头斑点的豹子，只是其表面也是光秃秃的，一看之下多了几分滑稽。但是五名坡刀盾兵尽管自身的能力有着方林的加成，并且还被统一调度，终究呢还是普通兵种，对上这个高出3阶位的小 boss， 那也是力不从心。金色的影子与带起的风声充斥在了这个甲板上，结阵围攻的五名坡刀盾兵已经出现了散乱之势，茫然如同没头苍蝇一般慌乱打转，而那头可怕的金色黄金机关兽迅捷地在他们的周围穿行着，不时地抠出一招半爪。这远远看上去就好似这家伙以一己之力反过来包围了五名坡刀盾兵和方林了。蓦然间血光迸现，在一名坡刀盾兵凄厉而濒死的哀嚎声当中，黄金机关兽以自身生长出来的月白色骨爪将其一劈为二。可是方林也是拿捏住这个机会，双掌在他的身体上印了一，又泛出了两团紫火，而剩余的四名坡刀盾兵一起出刀，有3把刀啊落空了，只是斩到了残影，另外的一刀却是实实在在斩中了黄金机关兽的左足了。但是中刀以后的黄金机关兽本来这前爪去势已尽，正抠中了船板当中，忽然间竟是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反抓了回来。这一抓几乎比他平时出招的速度快上一倍，当真是匪夷所思。方林的瞳孔收缩，好在他素来都是谨慎无比行事间给自己留有余地，
他大叫了一声向后直仰，同时抓过了一名朴刀盾兵挡在了自己的身前。那个朴刀盾兵顿时是被一口两断，鲜血怒击，而那一抓是余势不衰，由上至下在方尼的胸口上划出了一条深长的血口，只需要在身上少许，那便是开膛破肚的致命伤害。险死还生的方尼在一个后空翻落地之后半跪于地，一手抚胸，额头上是冷汗涔涔而下。妈的，这是什么诡计呢？黄金机关兽的这一记突袭不仅令方宁感到了后怕，连在旁边抓紧时间休息恢复的老胡与林大美女都突然间惊出了一身冷汗。而这一招啊，便是黄金机关兽另一个未被探测出来的被动技能——复仇攻击。当黄金机关兽遭受到剧烈攻击的时候，有 35% 的几率使下一次的攻击速度提升 100%。 因为方明的紫炎属性呢是持续性的灼烧伤害，所以他若蜻蜓点水的轻触并不会引发这种持续的攻击，而事实上就以他的力量和敏捷属性，就是想打中一些，只怕反震回来的伤啊也是自己的手。但是先前那个泼刀盾兵的一刀直斩而下，却是实打实斩了个正着，顿时就激活了这个被动技能了。按照常理来说，方林此时受到如此出其不意的一击，也受了不轻的伤势，那心中定然是惶恐，正是趁机追杀的大好时机。但老胡和林一秀是何等的机变呢，马上不顾自己还未恢复妥当，立即扑向了那扇已经被焚烧毁大半的宽阔舱门之前。而那个黄金机关兽虽然因为左慈的妖术有了灵智，可是终究要以守卫这大门作为第一要务，只能制止住了前仆追杀方尼的念头过来回防了。周围没有了那些普通的无菌智肘，顿时那个黄金机关兽啊就显得是势单力薄了起来。他左扑，敌人则从右边攻门，右扑敌人则从左边攻门。纵然他行动敏捷若风，但那个舱门宽达3丈，又有方林精于算计的家伙居中调配，将人手啊安置的是井井有条，这黄金机关兽呢是顾头不顾尾，哪里能够顾得过来呀？只是因为这个可怕的机关兽的被动技能的缘故，除了方林敢时不时冒险欺上，用自己的紫炎将其慢慢的耗磨机关兽的体力值之外，林大美女与屠夫都不敢出手。他们的攻击力虽强，但是这个黄金机关兽乃是高防御高敏捷，断然那是秒杀不了的。一旦连续触发了那个复仇技能，便是老胡也撑不了几下的，何况是方林呢？随着时间的迅速流逝，方林的布局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一挥手间，赤着双手的老胡已经直冲而上，夹杂在旁边专注防御的泼刀盾手的中央蓄势待发。他的摔头技能的威力奇大，同样也不会触发那个复仇技能，只要成功抓取这个黄金机关兽，则需要把握一定的机会了。方林这帮轮回者与这等妖术化成的怪兽在甲板上再次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那个黄金机关兽全身上下开始竖起了细密的铁针，锐利的钢铁牙齿上渗出了血丝，而双爪的指甲变得似是骨质而锐利，舞动时发出了极其尖锐而破空的声响，但是却是久攻不下方林这一手组建的严密防御。饶是这头凶恶的怪兽攻势如何铺天盖地，
将盾牌呀抓的是木屑纷飞，但终究突破不了前面这坚韧厚实的防线。对于黄金机关兽来说，他实在是体会到了一种绵长的几乎郁闷的难言感觉。对手看似处于下风，正疲于招架，仿佛再多攻击那么一次，再多加上那么一分力，就能将之击杀当场。但是那个将要崩溃的底线竟然就这样一直游移在自己的感觉当中，始终不能够变成现实。而且最为无奈的是，每当他可以趁势追杀人的时候，敌人总会恰到好处的攻击那道自己必救的舱门，以至于自己的攻击不得已是功亏一篑。于是暗觉不妙的他呀，仰天怒嚎。这一声怒吼的声音却是极其的低沉，但是低到了极处，却是有一种无比深沉的力量，直直地往着四面八方播撒放散了出去。旁人一听，心惊一阵的摇晃，竟有着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楚。单是声音便已经有如此的威力了，那接下来的攻击将会是怎样的呢？黄金机关兽体表的锐利铁针在空气里面闪现着寒冷的光芒，它的眼睛像是吃多了死尸的野狗一般发着红，红的若是欲滴的血一般，之中其含着的恨意仿佛能够让空气也为之焚烧起来。他突然间张大的嘴向着老虎咬了过来，吴华豪当然不可能与之硬拼，而是在方林的控制下，两名拖刀盾兵已经挺立着盾牌直接补位了上来，将敌人进袭的路线直接封死。可是老胡也是身经百战之人，顿时他就从中闻出了不祥的味道，他立即抢前，可惜被两名拖刀盾兵所阻拦。那个黄金机关兽便借此巨力一个后空翻，高高跃起，落到了七八丈外的楼船屋檐上。这头怪兽虽然是远离了，但是却没有远去，它居高临下，恶毒地望向了下面的敌人，其全身蓦然间震动了一下，鲜血凝固在他那狰狞木讷的头部。而他此时站立在楼船顶端的高岩上，全身上下都溢出了液体，在火光下不停地闪烁着，并且其修长的身体还在不停地颤抖，壮甚痛苦。而且可以隐约见到这一头诡秘的异兽的左肩上隆起了一个高高的小包，似乎有什么锐利的东西直欲要破体而出。耳力灵敏的林一秀更似乎听到了那个东西在努力试图刺裂坚硬的木质表皮所发出的那种吱吱的声音。黄金机关兽突然间一声痛吼，猩红色的木屑飞溅当中，一道血泉夹杂着一条成型的黑影自他的左肩处飙射而出。在这一刹那间，方明再也不迟疑了，他控制屠夫一钩甩出，直接刺入黄金机关兽肩头的创口，然后用力的一拉。先前呢，屠夫的肉钩多次的甩出去，但是因为黄金机关兽体表是极其的光滑，行动如风，往往就算是缠上了也吃不着力气，根本拉扯不动。而这一次这一钩刺入身体，再加上体积沉重的屠夫的怪力发作之下，竟然将之直接怒撕了过来。黄金机关兽脚上的爪子深深地刺入进了甲板当中，那是木屑横飞，划出了一条破碎的道路，更是发出了连声怒吼而不甘的怪叫。同时随着他的一声怪叫，一道迅捷无比的淡绿色影子发出了细密而轻柔的颤动声，如电一般向着屠夫是激射而来。而那个东西
正是起初自黄金机关兽肩头上飙射出来的那个血泉当中的物体，那赫然竟是一把淡绿色的利剑。老胡直接停顿，挡在了那个利剑的飞行路线上，而琳达美女呢，却深深吸气，银色长服以一种缓慢而审慎的方式，徐徐地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道曲线，然后三道旋转的圆月银色气劲旋舞而出，且稳且准命中了这个黄金机关兽的腹胸之间，并且银光四射间将这个可怕的妖兽平平地斩飞了出去。晶莹的眼泪发动，黄金机关兽接连翻滚着撞断了两根桅杆之后，这疾飞之势方才停住，但是屠夫的血腥铁链依然深深地刺入进他的体内，而其所中的这一击乃是林英秀全力而发，深得稳准狠这三字要诀。黄金机关兽召唤出来的那把淡绿色的利剑呢，实际上已经遭到了反噬，再加上中了林大美女这一击，左前足已经将其折断，并且内忧外患之下，这头彪悍狂暴的野兽的口角已经大量的溢出了暗红色的血沫了。尽管他的体内已经是一塌糊涂了，使得他笑起来颇为的艰辛和痛苦，但是这个黄金机关兽头部的表情分明就是鸡刺快慰。方林做事素来都是讲究谨慎，见那只诡异的淡绿色宝剑直直刺向了屠夫，心中就觉得不太对劲儿，因此哪怕是老胡挺身而出挡了上来，也让另外的一名靠得比较近的坡刀盾兵呢补位挡了上去。然而这把诡异无比的淡绿色宝剑的威力就在这瞬间显现了出来，空中绿色的光芒飞速的闪耀着，若千万个绿色的闪电在疯狂的穿插着，那个扑刀盾兵张大了嘴，连半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整个人都徐徐的离地，呈现出了半悬浮的状态，顷刻间就已经是千疮百孔，身体上紧接着就喷射出了数百道细密的血箭，在空中形成了大团的血雾，最后再啪嗒一声摔落在地上，整个身体里面的鲜血仿佛都被放空了。老胡见到这种威力当真是大吃一惊，好在那把淡绿色的飞剑此时的飞行速度已经不算是太快了，老胡呢，狼狈无比的就地一滚，总算是躲避过了那个飞剑的密集散射，但是左手啊也被刺入了好几条细而深的伤口，鲜血也是激喷而出。此时不要说他本人了，就算是素来大有城府的方宁被挤上也是凉亲亲的。屠夫死了是可以复活的，但是老胡一旦挂掉，先抛开个人的感情来说吧，单单是对队伍实力的损耗，那也是折损不起的。而这把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淡绿色小剑，威力竟然是如此之速烈。只是随着时间的耽搁，那把淡绿色小剑的飞行速度也是越发的缓慢了起来。屠夫本来是憨厚的性格，但旁边却还有个精明无比的萎缩副指点他，二话没说直接将铁链往胳膊上一缠，转身拔腿就跑。此时方林的精神力探测已经笼罩了上去，恰好就识别出了那柄淡绿色小剑那剑柄上的三个篆字张灵剑。张灵又名道灵，字辅汉，后世人敬之为张天师。东汉顺帝时修道于孤明山，也就是今四川大邑县境内，创立了五斗米教，教门当中尊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言为经典。
自称太上老君，受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